哎，那咱们就挑一个不会扰乱我们军心的，那就李沁过来吧。这是不能换，人家有手杖，大哥。有手杖是不能，你要手杖啊，要手杖一起过来。你觉得他会走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权益。你的权益，你不包括他。是部落首长不能换，您把不说是首领换过去了还了得了？主要我们这边这个也没个女的，失算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仨女的谁都别上那组去，不去。你们还挑肥拣瘦的，这真的是。我们两个部落是从属关系吗？不是啊，还是平等的，平等的，平等的。我点谁谁就过来，我点谁谁就过来。要不然咱把海银请回来。服装上比较统一。对对对。海银，晚了晚了，回来吧。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。哥哥都请你了，再想想。走，给我走。你刚把我弄走，我就回去。好、啊，再等五秒钟。你再夸夸我，你再夸夸我。哎呀，这是得寸进尺的呀！太难了，哥，要不换个人？换个人吧，不是女的也行。哦，哥，主要是海银过来，我们仨男都想过去。来吧，伦，艾伦来吧，艾伦，加油！把柴碗放过来，两个玩什么厉害？你俩 CP 啊？就气他们，哎，就气他们，我们这组全是 CP。哎，气死你们，气死你们！远哥，啊，远哥，没事，哥，马上就给换回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么不乐意啊？那我有权利把你留下来。我行啊，哥。啊，那还能换谁过去啊？海宝，去卧底去。就不给他们一个女的了？不给，不给。好的，恭喜各位啊，现在我们新的团队产生了，想必各位都是摩拳擦掌准备接下来的挑战了。哪边请？别着急。我再简单说两句。好的，双方的部落的首领确定了之后，这是由首领带领着自己的组队的成员进行我们下面的一趴，叫部落圈地战。